是围炉吗？就真的就是拎一锅，就是有很温暖的感觉，这样很舒服。步伐就是可以借着变骑脚踏车就慢下来，享受农村的风光的感觉。而且其实很难得，住在都市很难得可以在乡村，然后这样骑着单车，然后在天跟空间，然后这样子。哦，就很棒啊！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再参加下一次的活动，很期待。对，还有这个，还分享给我家人、其他朋友一起来。